机会，在我们许会前许会长的率领之下哈，那我们今天来办理我们109年度的这个自强儿童思维啊的活动哈。那我想我们国际同济会本来就是以关怀儿童为宗旨，所以我想我们福禄国际同济会那每一年我们都会办理这样的一次的这个自强儿童的思维啊。那么今年我们比较不同的是，我们以往都到麦当劳去吃哈，那今年我们特地感谢我们左仪股份有限公司我们谢董事长的提供我们这一个场地来办理。那以往我们也只有7个学校，那今年我们扩大为包含秀水跟鹿港也加入，所以总共我们有10所学校，80个这个自强儿童共同来参与。那我们今年也有一个特色，我们所有的餐点都是由我们的志工自己动手来做，专制一份让儿童专属的尾牙一个餐宴，让他们享受一个不一样的这个跟大人一样的这个尾牙的吃尾牙的那一种气氛感。欢迎来自我们管理国小、文山国小、若进国小，还有玉兴国小、玉兴国小、还有马兴国小、玉东国小的同学们，也感谢校长、主任、老师的陪同，来这里办我们福禄会所办的，参加我们福禄会所办的这个自强儿童尾牙活动，谢谢校长、主任、老师。